Más vamos a hacer un concierto para mi favor.哎，他们家鱼还不错，有奶味儿。嫂子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什么？这样不对，我觉得你没事。行，哎呀，行了，别管了，这么着吧。OK 了。稳妥。老孟，那你这两天能吃什么呀？把智齿拔了。啊？你这两天能吃什么呀？拔智齿。软的，别太烫了。吃软饭。对，吃软饭。漂亮。我觉得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婆，吃软饭，还能你还软饭硬吃。硬吃。嗯，你已经达到了我人生最就是最终的这个追求。那凉皮好吃吗？还可以，你吃吗？我吃不行，我不配。有点酱有点少。别吃那么多酱，酱热量太高。酱了。酱热量太高了。晚上不吃了。哎，你别不吃饭，你我就不明白你们这些人天天。饿着就能瘦了，这都哎。我们跟他这好好说说，我别不吃饭，你不吃饭解决不了问题，你天天就不吃饭。得吃饭。吃太重要了。对呀、啊，吃什么太重要了。对。油跟糖一控，爱谁谁。今天上哪都得带着逛。人家说不让用吸管喝水。为什么？吸管喝水是错误的，因为你会嘬它。你没听见吗？他在特意说的。别作他。对，因为吸管你重力。哎，你吃饭，你好好吃饭。哎，必须。我说，必须得让，哎，必须得让老孟去那干嘛去？
应该讨厌吗？哎，说什么？今儿我拔了智齿，你就看我惯不惯着我这牙完了，倒堵都解决不了问题，得吃堵仁儿，堵仁儿煮一两人，皮筋儿，嚼皮筋儿。嗯，那非给你来一个，就是大白牙开啤酒。太狠了，拔牙的医生更狠。我上回拔智齿，那个医生才厉害呢，就是他是不愧，就是从德国留学回来，就强迫症到极限，哎，非得一整颗给抡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就切碎了都不行，感觉就切碎了显得自己活不好。不是，他切碎了都容易，就是里边容易折里边流里边对，你最整个记录越好就越整颗。我估计一会儿大发又疯了。嗯嗯，我突然就把直播开了。大发不知道。嗯。他之前让我说通知他一下，但是我给忘了。大发太难了，真的。我有时候特别可怜我的工作人员。你的工作人员都这么难吗？但是你，嗯，这两盒已经吃完了。嗯，还有第三个盒呢。狠，好吧。还有。好了。大家得好好吃饭啊，就是别不吃饭，不吃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我的嫂子在我面前频频的在点头。嗯，千万别饿着，饿是解决不了问题。你要吃，吃什么很重要。我们把那个糖就少吃点啊，盐少吃点，油能不吃就别吃。他进直播间了，你是真是闲着没事干。哎，我坐你对面，然后你在那，我坐你对面，然后你那打手机。闲赶紧好好吃那凉皮嫂子，那夹馍不？你赶紧把夹馍安排上，要不然。一会儿不好吃了，他那馍一会儿就不脆了吧得。我今天在小红书上怼了几个人，怼得我特别心情的愉悦。我觉得不能惯着他们上来啊。大发，我们家宣传小姑娘给那个给我朋友发了一条微信，说让我跟弹幕互动互动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在那个小红书上怼了几个人，给我怼的特别心情愉悦。我觉得这真的不能再惯着这些人，神经病上来什么你什么娘们儿唧唧的，什么这那的，我直接回来滚，哥温滚，一个感叹号滚。谁说的？不知道，闲着蛋疼的人，这自己是个女的，也不尊重女性。我觉得娘们儿就是一个对女性特别不尊重的称呼。然后自己是个女的，说别娘们儿唧唧的，说什么二椅子什么之类的。我说你
真是就哎呦认字儿了，就得亏认点字儿，就会说这些话。就是你要说话阴阳怪气儿，对吧？我就跟你直截了当。就弹幕看不过来哦。嗯，我晚上一会儿，你看一会儿可能再吃点吧。现在已经5:50多，快六点了，然后吃了三文鱼，因为感觉有点饿了。中午那个鱼甘蓝拌那个东西，嗯，饿。吃完之后，不是减，就是。保持住吧，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工作都不允许人胖。嗯，就吃的健康，我吃的一点都不少，总之吃可多东西了。但主要就是把比较规律。也祝大家开开，也祝大家都开开心心的。嗯，你好久没开直播了，就觉得小红书最好玩的地方就是随时把说点开就点开了。虽然就是说对我的团队特别的，我估计那边那个我那宣传就那唉声叹气，现在估计。可怜死！我认识你到现在，我第一回见这么怂，就像是一个被踩住尾巴的流浪犬。比踩屎的流浪犬能怂了？那意思就是你连被踩尾巴的流浪犬都不如。我是一个被摘去尾巴的流浪犬。被摘去尾巴的流浪哦，对了，广州现在是疫情，是特殊时期，广州加油，然后在前线的医务人员辛苦了。我不知道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广州的朋友，加油。我昨天
看到了一幅图，我还挺有感触的。说以前的话，广州在为其他的各种的城市在喊加油加油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广州最后直接进入了决赛圈，直接参加了决赛。广州加油！广州加油！坚持就是胜利。要相信国家，相信党，因为你看那么多的意外和苦难，咱们都挺下来了。然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这个星球上最安全、最安全、最安逸的一片土地。我们能够把疫情控制这么好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广州加油！我们需要很多的正能量，一定很快就会没事儿的。行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。我就先下播了，好好吃饭。最后还是广州加油，然后让我们一起期待好的消息，然后为广州祈福。没事了，很快就过去。相信我们的国家，相信我们的党。没问题的，广州加油。